没声音啊，不好意思，看到这就三唱集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啊，叫我们上个主播的麦序，手机后左上角的爱心关主播，我刚刚把那声卡关了，然后五星五星嗨翻天的预约可以预约一下，预约一下你们喜欢的舞蹈主播，我下播时候的那首音乐叫什么我忘记了，跟你说的叫什么我帮你看一眼吧，下播时候的那首音乐叫，哦我知道那首音乐叫嘟嘟，你知道了吗？左上角五星五星嗨翻天的预约，预约一下，预约一下你们喜欢的舞蹈主播啊！那个，我给大家跳支舞。跳支舞，跳支舞。那个太累了，太累了，眼袋好重啊。五星五星嗨翻天的预约预约一下，没有点关注小哥点一下关注，你们手中的爱心应该是免费的吧，免费的爱心可以送给我呀，免费的爱心。Puppy, puppy, puppy, puppy. 嗯嗯。Don't lose your temper's totally.
什么什么声音都听不到，那是你卡了呗。再进行我们学舞的环节啊，我在公屏上打了三首舞蹈，然后大家可以通过那个扣123把你们喜欢的舞蹈给他选一下，然后没有点关注的歌点一下我的关注，手机用户左上角电脑端头视频下方右下角直播时通知勾一勾，左上角五星午休嗨翻天的预约可以预约一下，看舞蹈在993全网级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喂喂喂，你是谁？我是本档家的主播，我叫薇薇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公屏滚动一下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我刚说叫滋，那有个叫滋滋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哎呀，恭喜这位大白啊，恭喜你，第二首歌曲离人愁送给现场的小哥哥，再小哥点点关注哦，再小哥点点关注哦。二离人愁二，来跳跳跳着古风的，等一下，等我把那古风特效加下来，你们发现跳古风一定要加什么，加桃花，不加桃花我感觉跳不了。我跟你讲中文你听不懂吗？能不能要跟你讲英文 ?Hello? English? 么西么西这都没得。我跟你讲中文你听不懂啊。去白了华发落寞了思量，剪下一缕愁丝折磨让人忙，今人断了肠，今天各一方，今生与你相见无望，繁华落幕离人难甘诉衷肠，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，今夜太漫长，今两顾洋洋，今人必枯叶瘦花黄，我饮在江湖悠悠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深处愁，莫把那关外一遥误，留佳人等候，梦里殇此情高几楼。东藏西藏大禹这和尚可以刀头血，哦哦哦啊啊啊啊啊啊啊，花落幕离人难甘诉衷肠，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，今夜太漫长，今两顾洋洋，今人必枯叶瘦花黄，我饮在江湖悠悠，浊酒醉里看百花深处愁，莫把那关外一遥误，留佳人等候，梦里殇此情高几楼，我饮在江湖悠悠，饮一壶浊酒醉里看百花深处愁，莫把那关外一遥误，
情高几楼，梦里上此情高几楼。在这三场接着又演着舞蹈频道，欢迎各位直播间小哥哥，在小哥哥点点关注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看见没有？我们现在开始，别人上来的时候没有攻击，就到我身上就狂攻击我，咋回事啊？怎么这样啊？其实我们直播间人多啊，就这会走上这五星，我就害怕人家预约一下，然后五星直播时通知。勾一勾，那是不是说我在节目上轮麦呢？好，我干啥？今晚上有什么活动啊？好了，我给大家跳最后一支舞。哪个？算了，我给你们跳提线木偶吧，好不好？哪里的口音？那是浙江，我是浙江人。我说我是浙江人，你相信吗？啊，咋回事？怎么撞车了？不是吧，我华子哥刚买的车的确是那什么第一次开吧，应该人没事吧，人没事吧。